孽缘站在我面前都跟小孩子一样啊，冲啊冲啊冲啊！我就不能有一个正经的感情线吗？我要把我的爱、我的肉、我的灵魂、我的整个都给你。哎，我受不了了。新浪娱乐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磊，今天我来挑战小浪立个 flag， 你敢问我就敢答，现在开始。吴磊，崔永轩上热搜，追星女孩纷纷说放开你的火烈鸟，让我来。对此你想说？其实当时我是真的在很认真的在吹那个火烈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子。我其实也不知道，我看到那个动图的时候我也吓了一大跳。有时候生活吧，它就是这样，有时候看到自己上热搜，你内心真是毫无波动，甚至有一次想笑吧。沙海中你公主抱粽子，网友评论黎簇和粽子死了，对此你想说？我就不能有一个正经的感情线吗？我就不能有一个正经的感情线吗？就床上这个爱是吗？对，快去舔那个空投，我给你架枪，快快去舔，冲啊冲啊冲啊！你觉得你和三十哥哥的相似之处是最大的区别是？相似之处，不好意思，我和黄老师都是北电的，最大的区别就是，我相信他采访的时候手机一定会静音。如果粉丝剪的视频内容是三十弟弟不许看，你觉得视频内容会是这种一般是鬼畜吧，什么那种癌那种鬼畜吧，这种一般是鬼畜吧，鬼畜吧，癌那种鬼畜吧，可以吗？那不然呢？有时候一些视频看进去自己也害臊，所以说，请现场教粉丝三句，三十弟弟一听就想和我谈恋爱的话。不存在的，这个是你要是要跟别人谈恋爱，你肯定是要跟别人好好的相处，了解这个人的涵养嘛。一句话就谈恋爱，这句话是不存在的。说一条网络上三十弟弟听得很无语的八卦。有一次我出去跟别人聊天，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累了，你快站起来让我看一下你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我站起来。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外面都说你已经长到一米九了，说你已经长到一米九了，接不了戏了。”说什么女演员站在我面前都跟小矮子一样啊？我说：“不会吧，我什么时候长到一米九了？”现在应该差不多一米九不到吧，哈哈。如果下面三类粉丝魂穿吴磊，你觉得他第一件做的事情会是？一女友粉会照镜子吧，妈妈粉的话，他们老叫我不要抠手啊，不要穿破洞裤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妈妈粉的话会帮我把破洞裤缝上吧。兄弟粉那肯定特别兴奋，他们一醒来假如是在我的房间，看到右边那个无比豪华的游戏设备，哎呀，相当的开心。如果采访过程中被 Q 到一些不友善的问题，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是，内心真实 OS 就是，其实告诉你们也没有关系，但我就是不是很想告诉你们。我觉得有些事情怎么说呢，作为一个演员，我觉得大家想要了解我们的一些事情啊，一些内在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理解，我觉得这也是演员的本质嘛。但有些太过于隐私啊，深入的事情，我觉得这应该大家还是要克制一下。哎呦，最后一个了。如果和爸妈一起看电视，电视机里正在播放自己的吻戏，你的第一反应是？爸爸不会的，现在还没有拍过吻戏。黑大猪蹄子。他们说就是在跟父母一起看电视的时候，看到那些吻戏片段会特别尴尬。那如果是自己演的话，我觉得我爸妈应该挺乐意看的吧。一定得念吗？不念受惩罚吗？我们也没有惩罚，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作为你的粉丝来说比较害羞。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看我就觉得我快不行了。吴磊，我的生命之光，我的欲念之火，我的罪恶，我的灵魂，你知道吗？天有一百种方式，除了吃糖，还有每天99次想你 ，OK 了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孩子，你好好学习吧。让我受不了啊，我受不了啊，日书行不行？后面这条还要过分，我的天哪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三十今天的美貌也在用心营业呢，他的鼻梁应该登记为文化遗产。
他的容颜应该申请吉尼斯纪录，他的侧脸应该制定为国家一起保护。我的天哪，后面这个还要可怕，真的那一条一条。嗯，谢谢大家。立住什么 flag？ 我们的 flag 是抵制海州。所以我怎么样才能过掉这个环节？我们也准备要惩罚。你刚刚说没有惩罚的。当然有惩罚了，当然有。我已经念了三分之一了，惩罚吧，惩罚是你惩罚来吧。惩罚让给你一个机会反向上和私放下去。那我就把最后那一条没有念的念给大家吧。真是我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倾国倾城的大妹子，我要把我的爱、我的肉、我的灵魂、我的整个耳朵给你，大妹子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有你的地方，我也没有什么癖好，就是想要把你收藏。哎，你看念别人就好多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刚刚在念我自己的时候我是怎么过来的。flag 还是要立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我要立下的 flag 是今年把车学会。用一句话来总结给你提问的这位人：诚实、帅气、单纯，实诚、耿直的好男人。评价一下今天采访你的那位兄弟或是姐妹的妆容。